山风好，一切只为你来打拼。拍摄啦，拍摄啦！拍摄，你安尼走危险，你知无？是的啦，是我无注意啦。拍摄吼。我们来啦。拍摄，拍摄，拍摄啊！那是勾着王氏宝钏，十八年来，不离不弃，为天苦守盼有期。伊本是上好的千金女。为天甘愿情化义，甲世间游子。阿伯，表演真好嘞！伊今天把薛平贵对我的心病跟我们刚刚说出来。可能是白心来对阿姨哦，有感官的亏欠嘛。啊，我是看上你好，真有感情啊。我想阿伯哦，应该是要趁机出去甲伊回信嘞，甲伊重新开始。伊这种，比你们讲的人蛮多的。奶奶以后我拢用手的，啊。要我守在边关啊！盼分开，为君来苦守十八年。哎，真厉害呢！甲一个查某人在感情上的等待甲委屈，拢唱出来。我该千金的。哎呦。这就是伊的心情啊！伊等了五六十八年了，希望伊甲爸，伊拢参与出戏的结果同款，会当过着快乐幸福日子。希望咱两个人也是同款。这十八年来，你受苦了。皇上，宗明，那真是有影呢。我应该来去你妈妈面头前，我给你妈妈点香，给你妈妈回信的。我相信你妈妈嘛无希望看到你爸爸甲亲妈，也阁为着这件代志而痛苦。冬天七风。王宝钏为正宫奉孝，下注重印。这戏啊，难得变钱就好啊！吼，是啊，伊爸爸甲阿姨会当赚就四平贵，甲王宝钏同款，会当过着快乐幸福日子啊！因两个人还是有机会啊！唉，严格要面对的哦。也是现实的问题啊！
唉，敢讲因两个人，干那用戏的话讲结交，来安慰家己啊。爸甲伊未来的关系，可能还佫有一挂问题，也毋过我会当保证，这个问题绝对毋是我。过来哦，慢过来，你若过来，我就为这跳落去。我不是跟你讲算钱吗？跳！你有听到无？嘉欣，多谢你，以后我袂阁多拼。我相信你。小俊啊，拄则你讲的话，就是咱新的约束啊，你才讲会算话啊。三个家就好啊！超群这摆年轻需要你，你紧回去，我嘛回来走。立信，我敢会当跟你讲几句话？当然会当啊！你想要讲啥？多谢你。嘉欣，你敢不知啊？你跟我讲的话里面，我听到上细就是这句：多谢你啊！拄只超群在急救。我才了解，面对心爱的人，随时都有可能离开家己，那是我哩大痛苦甲惊吓。好佳哉，天公伯也真疼惜我，无甲超群带走。那是因为你的爱感动天公伯啊！嘉欣，恭喜你，你甲超群总算是做伙渡过难关啊！我替你感到真安慰。啊！不过，就伫我经过这一切以后，我才知影你有偌了不起。总会要离开你的时阵，你的心一定足疼，足疼的吼。迄个时阵，总会离开我，我感觉，我感觉生不如死。因为即马我总算是行过来，所以我会当徛在你面头前安慰你。哎，嘉欣，你甲超群真正足有福气，因为恁做伙渡过难关啊。所以为即马开始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、困难甲挑战，恁绝对拢有法度面对。你一定要加油。喂，你甲超群一定要幸福过生活。我嘛，甲我甲俊辉，每互相相许份快乐、幸福，送互你好无？多谢你。客气话莫阁讲啊，阁讲就是搞当作是外人啊。好好好，我莫讲啊。超群哥咧等你，紧回去，我
我应该来找。拜拜。拜拜。庄子。若是继续逃亡，在外口四处乱撞，敢就是对我友好？啊，是的。听爸爸的话，莫阁甲警察作对好无？爸，我免让恁去怪，我若是让恁去怪，我就无法度好好友好你啊。你看，这个金手指是你抹胃的时阵，爸爸为你拍的。你看，你有看的无？爸，别管我。好，我打进来。庄子，这颗金手指，就是代表我对我后世的期待甲爱。不管时间过了多久，你拢是我的心肝仔，所以一卡手指来落伫涂骹，我咪下性命甲伊捡起来。我哪哪煞去啊？我的欲心甲伊抢进去，因为这是我的宝贝啊。咱人哦，若做唔到代志，就爱勇敢来面对。就算爱坐监，这嘛是应该啊。咱爸仔囝的亲情哦，过搁较久，离搁较远，拢嘛无得切断的啦。爸，都是我蛮代志。我到现在才知道爸你对我的用心，就是有机会，我一定让我重新做人，我会好好友好你，多谢你。
不要紧嘛，麦兵哥你家己，那有真侪时间，偷偷来，我今日想听。嘉欣，你知道我咧想啥无？你是不是咧想讲，你即卖当健健康康，搁带我来这个所在，你感觉真欢喜，真感恩。我唔对啦，嘉欣啊，你确实哦，就了解我。我知影进前，你会感觉真不安。你也一直在为我设想，想要替我安排我的未来，拢是因为立信。阿姆哥，我爱你怎样？立信永远都无可能跟我做伙，因为立信熬死人是做伙，这是因早都约说好的啊。咱今妈妈来做一个约说好不好？咱熬死人爱继续做伙，你讲好不好？那是熬死人啦，阿哥熬死人。来，英文来做会。嗯。你看，这是啥？是爱心。嗯。你看好清楚哦。这是江超群跟吴嘉欣专属的爱情手势，不管是机器人还是熬死人，咱拢爱念条条，想拢袂当放开，知影无？你放心啦，我永远永远袂甲你放开。小姐，小姐，哦啊，你当决定啊？啊，若要讲圆满哦。人讲恁家上圆满啦，对吧？你安尼哦，一家两房啊，大家闹得滚滚，对不对？啊，若要讲成功哦，哦，你上成功。安怎讲？人个唐小姐本来是讲叫你去台顶哦，是安尼客串一点饰演员，让你安踏一下脚，对不对？你唔是你去哦，迄主角个衫你就共穿了。哦，安尼无简单嘞，都咱三十多年前个心思哦，你台顶拢安尼搬搬讲讲出来，吼、哦。爸。是嘞吼，今麦煞变我害你叫阿伯考试，我嘛是你。哥，你免替爸干么歹势啊？阿公爸讲话哦，正可都是在正常的啦。讲话。哦，大家拢听到啊吼，嘉欣姐叫大哥哦，哥哥看你顺嘴啊啊。啊，本来就是啊，嘉欣姐哦，本来是家人啊。哦对，大哥，你讲是无？是啊，当然是啊。宋明，多谢你啦，多谢你肯体谅我这个做阿姨的，啊，我们要多谢你肯接受嘉欣这个小妹。唐阿姨，你唔通安尼讲啦。虽然讲哦，你家己有厝，也唔讲这个家，随时欢迎来行动。啊，不过我今日来这是要跟大家相认的。不是跟阿伯走大哦，真多年了啊！你在创啊？嗯，嗯，靠着电话了。你靠啥？嗯，我靠到阿娘耳身，甲顶起阿房顶嘞。嗯。爸。嗯。你有听吼？即摆有人咧叫我爸吼。哇！阿娘，房顶啊，房顶面顶啊，房顶啊。正雄兄，阿是你这個做老爸较成功。嗯，你看，你生哪一个？阿跟大家拢安怎让你啊？是无？简单你才知影哈。我咧讲啦，你当怎样？起码咱两个哦，免小钱讲哦，嘉欣这个查某囝，对。嘉欣哦，伊即马有家庭伫个，伊爱哦，牵翁顾囝，啊，着个佫佮超前两个人哦，互相扶持，照顾伊个家庭，吼。啊，对哦，咱免退烦恼啦，吼。超前。爱哦，爱有勇气，嗯，你爱提出勇气来，好好陪伴嘉欣，知影无？是啦，我知影了。我啥？咱平时见面哦，我就爱搭嘴讲，啊，不过今仔日，我要心心心意，甲伊说一声多谢。哦，多谢你甲嘉欣讲啊，真了好，可以当面对人生中。种种的困难，你当时对吧？哦，我安尼识得你遮久哦，
头一班哦，听你甲我学落安尼。既然你甲来学落哦，我嘛安尼甲你补几句啊啦，哦。嗯，谢谢谢谢。讲真经个啦，你用我那真好教恁一几个后生啦，哦。虽然讲哦，以前安尼哦，甲你意见袂合，啊，甲你有发生淡薄仔冲突，不过人到尾下来哦，人伊嘛拢足了解，讲你这做老爸哦，对伊的栽培，对伊的苦心。我是感觉，我即马安怎去爱我的囡仔？就是安怎来报答阮爸爸甲我这样大汉的恩情？嗯，对对对，你即马在讲这个事哦，别阿囝哦，无语子啦哦。哎，我来讲，那讲要做老爸人这点哦，这我较熟你啦。哦，你哦，像安尼一个人爱当照顾安尼两房嘛，安尼照顾甲遮尼好，这我甲你未必，难怪你讲哦。这算讲你喏祖先啊，有安尼甲你地，连讲领导哦。啊，阮倒是安怎？恁倒算风水好，哦，六，哎，父慈子孝，哦，风水世家。